小魔头啊，这个大小尺寸小一点，拿着方便一点啊，车内用、户外用都可以。小湖电台最新款的长杆背镜瞄，双瞄杆的六寸的马修斯电镜阵，远处有个小气球，红心小点点，来检测一下它小小性能啊，瞄准的时候啊，对孔瞄点目标三点线，这里的就是这么好用，感谢支持。